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木荷糖。我们德云脱销车又开始了。今天呢，刚刚录完衍生节目，然后起得非常早，早上七点半就起了，头有点疼。不是，明天就正式录了，录节目了，我们就开始了。然后正式录，我觉得这一年过得好快啊，又回到了一个快乐、开心的一个环节，就是我们玩游戏的环节。快乐，很开心。但是我不太想创作。胡拉，看看你的摄像大机们又回来了，我准备去吃个饭啊！摄像大机，谁呀？这都是谁呀？哎，这都是谁呀？你们是不是干完了？怎么回事了？我们刚才也不知道录什么。大美丽，啊，还来啊！我是傻白，傻白甜，小美丽，小美丽，我爱这个风格。走，拜拜，拜拜。点点的 fancy you， 哦，豆腐脑，我吃着豆腐脑吧。茶叶蛋一会儿再说。啊，豆腐脑好吃，天津的豆腐脑是真是绝了。嗯，好吃的不得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是天津的豆腐脑，真的就是美食。太棒了，先不说，先不说给分。我的老 baby， 吃上了现在。什么那什么呀？冻，太好吃了，真的。当啷当啷当。早晨六点半，孟师傅在制作燕皮。当当当当当当，多棒这豆腐啊！一饮而尽。Cheers。嗨哟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，我是来自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我叫邵本，然后今天咱们又来到腾讯视频做客，也不是做客了吧，反正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去年的那一季，大家伙都收到了很多的关注，谢谢观众朋友们，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好好表现，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欢乐和笑声啊。这个今天是我们即将要录制的一个这叫应该是赛前的一个小采访啊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到我们紧张的这个赛程当中去，然后今天简单的给大家伙say个 hello 啊，见个面，然后今天我又跟郝海洋老师睡在了一个房间啊，一如既往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，还有我们的重量级的这个嘉宾啊，因为我不会转这个镜头，我就不因为我不会转这个镜头呢，我就不给大家伙看刘，对，我就不给大家伙看刘德华了，因为刘德华老师来到我们这儿呢，确实也是花了不少钱，但是呢，哎呦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AKA 刘德华先生，刘老师确实让我们给叫了也不容易啊，我
楼下还站着霍启华老师，我就不给大伙儿一一做介绍了啊，是实在是明星大咖都云集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，我就接一下老霍啊，我就不再这个给大家说转镜头看了，因为毕竟他们的通告费实在是太贵了，导演组负担不起。好，今天啊就由我一个人啊来给你们见个面啊。行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打招呼就到此结束了啊，我要下去给他们挪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曹鹤阳。让我录点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录什么，其实也是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。然后这一次我是来参加德云逗笑社的第二季录制啊，这次首发哟，但是不一定能挺多长时间。哎，然后心情呢很激动，因为我是特别爱玩的一个人，只要能让我玩怎么都行。反正希望大家期待我们的录制吧，期待我们的玩法。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要玩什么，所以都对我们保密保得很严重，你也不知道是什么。而且据我们所知呢，玩法有很多种，然后录制的人也很多，这次参与进来的德云社同事们也很多，主要是这会儿就是团队作战很重要，听说是这个意思啊。还有什么能跟大家透露的呢？因为在我录制之前呢，刚刚有一个人在屋里自己录制了半天，现在在我屋看着我录制了。对，我刚才也就录制两三分钟啊，两三分钟都多说，人家说让我跟观众们聊聊天，实在不知道说什么，就请大家期待我们的成片吧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上一季的这个淘汰三节，那个遗憾咱争取这季给他补。对对对，现在两节都在这儿呢，第三节在哪儿呢？第三节就是化妆。哎，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实在不知道说什么。王九龙的眉毛特别的好看，对，本来画的不好看，后来又让化妆师给调了一下，不知道这次好不好看。对，头发还行。好，然后希望大家期待王九龙的眉毛，期待德云逗笑社第二季。谢谢大家。咔，哈喽，我们今天德云逗笑社开箱大吉。哎，我们今儿6月9号早上的差不多应该是9点来钟吧，是先录这个衍生节目。哦，对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九郎啊。我们这是打头阵的几位朋友，这是我们的工作组。哎，远方的这个周九良先生，还有这个哪有这句？周九良先生和金小贤先生，还来一个吗？再来一个啊！一块儿啊！点关注不迷路。咱这是这季，这是这季的这个 slogan。对，这个新的一季的好社就要开始我们新的征程了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多多的那个看我们的节目，然后能让我们的节目在您的生活当中送去一些欢乐和轻松。啊，你少聊会儿吧，显得我录的少。是吗？行，那我们就这样吧，好吧？拜拜，我们马上等孟哥来。孟哥来了吗？来了，来了。下班好。